很温馨，很温馨。好，近照啊，就过去，我从背后，这都是一群人的，一群家属的，一群家属的。那、啊、你也算了，你哎呀，赖永清医师你也算了。继续走，最温馨、最美丽的，在我们的三林溪。是哦，是哦，那真是有缘，真的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完了，有这书老前辈嘿。